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巴黎的自然博物馆那里呢，就是有看到了非常多的非洲的这个动物，尤其是有一个很大的场面，就是那个非洲动物的迁移。我觉得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它所有的动物都是非常充满生命力的，在这种原始的动物身上能感受到生命之美。我觉得高定绣呢，其实非常重要的还是工艺的表达。就像艺术家，他当每一次的创作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只用一种工艺。工艺上的突破，其实是他，我觉得是他的一种真正的爆发力。在整个的这个制作中呢，我选用了比较原始的，就是比较朴素的工艺。很多民族、很多国家都有，就这种叫，应该叫毡素或者叫毛毡的那种工艺。非常有趣，就是它，你可以就像雕塑一样，你就可以就是发挥你任何一种想象。当然我还是把它和我们的刺绣做了结合。因为整个的这个创作这次的作品的轮廓采用了夸张的廓形以及简约的技法。其实我是把工艺呢主要的用在了这种图案和我这对这个非洲动物的表现上。这一次有它的非常的特殊性因为是用这种画面的表达，还有呢我也想通过我的第十场秀给人们带来一些对我的可能不一样的认识，因为我希望最终服装呢还是要接近生活。而且这次疫情呢让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生命的思考，不仅是人类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地球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应该热爱生命。